Hey everyone, 大家好，我是 Lawrence， 我是 Jack， 这是我们的频道香蕉鸡蛋。今天在我们的 Home Studio， 然后大家都喜欢拍照，对吧？是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设计一个比较好看的背景，就是拍照用的，拍视频，对，都可以用。就你无聊，然后就想要坐在它里面，像一个 at home 摄影棚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有点可爱。我们现在就坐在一个很 ugly 的地方，我们还没有把它打扮。对，刚好过年要来了。所以我们有就想做一个很有过年气氛的背景，已经准备好我们很多过年的一些装饰品，像这个鞭炮，很像点心，有没有？我觉得拆开里面会有什么好吃的？就是那种红色、金色的那种东西。对，这很像，就是我们过圣诞节的时候会有很多 ornaments 的。对，就是我们 Christmas 今年没有 decorate 我们家，所以就是非常的无趣。可是想说 ，OK， 那过年我们就是要。对，因为我们在台湾，觉得应该多一点五脏水土。哇，情侣。OK， let's go。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红色的纸片。纸片，我们买了很多色纸。是中招式。Looks red. Red. You know, if you have a period and you lie on this, it would be okay. 做完了。现在我们的 base 就是这样子。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它装扮得很美。终于完成我们的板子了，满意吗？我觉得还不错，而且很好玩的过程。嗯，虽然我们做了很多的地方，然后我们差点要吵架，然后翻脸那样子，就是中间我们感觉很不耐烦，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然后说我觉得这样做比较好，他说不行，应该要这样做。痛苦，哪有彼此彼此 ？OK， 不是，就是讨论，是讨论，讨论没错的，没问题。等一下我们把相机反过来，然后拍一些照。Yeah. OK。Oh, hey,